蔬菜队永不落伍，对啊，蔬菜队才是经典哎、欸，那个伤害快吓死我了。没共鸣，整个落掉。哎、啊、呀，这队还是要共鸣的。好，我们直接转，然后把新珠尽量的留下来。好凶哦，这也太跟了吧。好，这个比较麻烦的是新珠会一直被转掉啊。好，太好了，第四关。这边燃烧就有点怕怕的，哟，被删掉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好像不错，来回个血。共鸣共起来了啦！直接打过去了，第五关。啊，其实这一队就是一直爆发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他还有共鸣呢、欸。哦，回血回来了，完美。没事。哇，太，你也太硬了吧！我的天啊。好爽哦，这一队超爽。好，也是啊，不能开转珠的耶，啊，尴尬，我决定开个龙科，转珠时间又减少。嘣嘣嘣。暴力就是你的超能力，直接暴过去。哎呦，差一点呢。开个爆发，有事没事直接开爆发。过去，完美，第六关，这队好星爆啊！这队才是真的星爆队吧？我的天哪！好，哎、欸，那个很凶，完了。啊，好险！哎、欸，现在先攻一万二了哦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不就？好！哦吼！两亿的碾压是怎样？好，这里也是直接打吗？有共鸣哦。
应该是可以的。是暗珠吗？哇！这边我想要吃一颗石头解锁哎、欸，反正新珠有点难消哎、欸。好吧，我试试看转新珠啦。一路星爆到王冠，但我觉得这对很难回血、欸。好吃，吃到过。但我觉得星珠还是要多一点，不然又会一直吃。星珠变光珠，好。又不够，又要吃一颗，吃最后一颗。石头就是拿来吃的啦。啊，光珠是新珠，这对我差石头。我们情怀吃一下好不好？这对 一路星爆到王冠，其实这对换个配置应该是有办法零死啊。你就换那个宝一个换解锁，应该就可以零死了，我觉得。好，来了。过啦，大哥。嚯、哦！两亿，好啊！这边我来叠个珠好了啦，四颗、五颗。如果我转得到的话，我来叠个珠好吗？有点难。五颗，哇，叠不到！哎呦，好像有机会叠两层的话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这怎么叠会比较好？有机会耶，这个，想一下怎么叠。有一个，这个是要两层叠的。啊，我知道怎么叠了，这个这样啊，对，好，四康，星爆！我很好，我们很好。我黑人问号啊！不够爆啊！爆了啦！星爆根性斩两亿的伤害，那什么脸？惊讶的脸！天哪、啊！好，还是过了，有惊无险，没事没事，简单啦。